难，准备好了没有？拿出潜力，赶快出手，不跟男女跟你挑战，来者不拒，要你好看。跟你比呀，大大跟你比呀。Dang！ 随着大环境的更迭与变迁，让族人们选择到城市读书和工作，所以部落里的传统生活技能和精神逐渐被淡忘，甚至凋零。而原氏为了要找回并延续文化精神，在今年盛大推出全新的外景实境竞赛节目《远离比亚克》。比亚克为泰鲁格族语，意味充满智慧的力量。而远离比亚克就是要展现出原住民族文化智慧的力量。节目用寓教于乐的方式，将传统生活技能和知识打造成竞赛节目，让参赛者们运用体力、智慧和团结来挑战不同的部落关卡，并且得到部落长者和青年的认可，方可过关。究竟谁能通过所有部落的考验，赢得奖金100,000元呢？远离比亚克正式开始。节目一共有8集，由10位参赛者进行比赛，共有2个部分，分为前4集淘汰赛，后4集积分赛。淘汰赛以分组的方式进行，互选队伍可以自选一名 MVP 赢得奖励，奖励在下集的节目时拥有比赛的优势。而落败队伍自选淘汰者，前2集各淘汰1人，后2集淘汰2人，最后会有4位参赛者进入积分赛。积分赛不再进行淘汰，且以个人积分为主，积分最高者为本季的冠军，将赢得奖金100,000元。究竟是哪10位参赛者要进行第一场淘汰赛呢？海选才能来到我们远离比亚克，我们要出发前往第一站了耶！心情如何？大声喊出来！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要前往我们第一个关卡，上我们的比亚克专车，请上车。好，然后我们就出发。第一次相见欢的参赛者们，终于坐上了比亚克专车出发。沿途美景也从高楼大厦慢慢转为湛蓝的大海，终于抵达了台东。首先，第一站来到天巴洛餐厅，这里会有什么任务等着他们呢？是不是非常美丽？而且还有舞台呢，舞台。待会如果你想要表演的话，好啊，因为今天位置的关系要分2桌，所以一边5个人5个人，大家自己找自己的位置坐，好，好不好？5个人5个人，非常好吃，非常好吃。我们还没有正式开始的观察，对，然后。明天我们就要进入我们第一个关卡，可是呢，我们还没分队。什么时候？明天才分吧，对不对？还是晚上？现在交分啊？现在交分队？嗯，现在啊？对，太突然了吧？那怎么分？来吧。对，我们已经分好了。好，我们现在旁边的人就是明天的队友。哦，这么随意，我们刚就在想是不是会发生这种事情。
好、所以你之前有想过吗？我们要坐下来，坐，降下去是不是？没有，坐下来那一刹那，非常聪明，表示你们还是有在警惕嘛，对不对？所以我就刚刚想说，好，到底要 OK， 了解。但是呢，就是还有一个任务，就是明天呢会需要你们各队派出一个小队长，然后呢。就是明天小队长会带领你，小队长很重要哦，因为所有的关卡呢是要由小队长去决定你们要怎么分配什么的，所以呢待会给你们时间去分配你们的小队长出来讨论一下，而且明天的竞赛你们一定要尽全力，因为明天输的那个队伍你们要淘汰一个，对，那就慢。哦，然后我觉得你可以，那个四五点叫什么到？有吗？哦，战术哦，对对对。好，请两面队长请到我们旁边来一下。是哦。好棒哦，我们的队长，你觉得好特别哦？对，非常有特色的队长。是队长，接下来呢，我们有一个任务，又有一个小任务了。这个任务呢，是攸关你们明天在比赛当中有没有优势。接下来要进行的比赛是黄金救援30秒，两队各派出1到2名代表，可单人也可两人接力比赛。最先完成伏地挺身50下的队伍获胜，可获得一次的关主黄金救援30秒。但只能选择一个关卡，且只有一次使用权。好，两边两队选手请准备。您恭喜我们这一队白队，吃饱了，那我们接下来你就跟着我一起回宿舍。经过晚餐时间的分组，两队回到民宿后，针对明日竞赛进行讨论，不仅分析敌对战况，也发想队名以及队呼。看来两队已经蓄势待发喽。线上的剑河部落嘎萨巴干是一个卑南族部落，每年7月有小米收获季，12月份有年祭，并且会架起秋千。这是剑河部落极具传统工艺的一项技术。部落里也有许多雕刻品，每个作品都刻出了部落的生活与故事。今天部落会出哪些关卡等着参赛者们来挑战呢？昨天一天的车程，还有一个晚上的休息呢。我们今天要正式进入我们的关卡了。那我们两队准备好了吗？准备好。那昨天呢，有交代你们一个任务，对不对？就是要想你们队，还有你们队，你们也都想好了吗？想
好，那我们接下来请各队要展现一下你们队名跟队服，先从哪一队开始？我们，我怕忘记。好，那红队先来好了，来，欢迎我们这一队，左队不对，对。哎，再次，欢迎我们这一队，你说对不对？对，哎，获胜哪一队？就是这一队，你说对不对？对。先问一下你们队名是什么吗？你说对不对？你说对不对？对，没有，就你说对不对？对，就是对。哦，好的，非常有创意。就骂扯了，加，说话你们了。5、6、7、8，给我一个 tempo， 好大的掌声，一啦！那我们是，要重新哦，要重新，要不要再次吗？再次5、6、7、8，给我一个 tempo， 好大的掌声，一啦！那我们是，好大。好打，今天呢，我们来到这个地方，你们知道是哪个部落吗？剑爪部落。对，非常好。那当然，我们来到这边呢，我们一定要先了解一下这个地方，我们才开始进行一个关卡。我要请到一个很重要的人物，就是我们在地剑河青年会的会长陈刚。好，我是这个县会长，叫潘成刚，然后我的族语名字叫做阿里干。阿里干。我们的传统名字叫做卡萨法干。萨法干是在比较深谷的意思，然后嘎是代表说我们的地方，那加起来就是来自深谷的人。来自深谷的。在左边上面呢，就是我们部落的青年必须要学会的一些传统技能，就是在我们最实际的时候去做的一些练习。然后看图片就知道了，然后自己怎么做就不方便透露了。哦，都会有相关的，对不对？对，就像有这个花环，可能会有什么跟花环有关，然后还有小米，这个是黄藤，是我们做秋千的主要的材料。所以你们看到你们前面这边有没有？你们可以靠近看。待会呢，我们要闯关的东西呢，都会跟我们的。你们眼前的东西有关系。好吧，这个是的。感觉我们红队有一位是完全脱离我们的队员，自己在钻研这个关于花环的部分，是吗？对。好，两队看完了吗？看完了。那请两队。怎么卖？没有出售好吗？接下来呢，我们就要准备进行一个关卡。那其实我们今天这一次的观察呢，我们会是计时赛。本集剑河部落以计时赛为主要赛制，共分为四大关卡，每关可获得相关提示，以利进行下一关卡。以最短时间内完成的队伍获胜，并将从失败队伍中选出一位淘汰者，于胜利队伍中选出一位 MVP， 可获得下一集的神秘优势奖励。首先登场的第一关卡是神鹿与公主拼图。神鹿与公主是剑河部落的神话故事，讲述公主与神鹿的凄美爱情故事，至今仍为族人歌颂。两队进行神鹿与公主拼图竞赛，最先完成的队伍可优先选择机会命运，为下一关关卡的路线提示。奥达队和你说对不对？谁能旗开得胜？好，现在来到我们第一关，各位，第一关的任务就在我的手上。这个呢，我先发给各位好了。还不能哦。待会大家记得，我们待会从我说赛开始就开始计时，好吗？每一分每一秒都非常重要。好，那你们第一个完成任务的呢，可以先选择。命运或机会呢，是你们通往下一个关卡的提示。好，好吗？对，那准备好了吗？
好，第一关准备咯，预备，开始。先哪边？第一关是我们的拼图，但是是拼什么图呢？我们也不知道，可能说跟刚刚会长说的这边是有一点关系，四个角。加油加油，两队加油！有一队好像已经快要完成了哟，哎呦！不对，要跑掉啊！队友们，要跑掉哦，才第一关哦！大家快点，不管事了，马上去！快点！一开始拿到那个牌子的时候，往冲的时候，其实蛮吓到，因为他们就直接冲，我就说奇怪，你们知道在哪里吗？快点！快点！就其实没有什么想法，就觉得反正就这样子啦，对吧？那可是后来突然觉得，我们昨天在想说我们这样温温的，其实也有好像有不错的一个效果。这个左边，哎，是不是那个？有。好吧，现在开始跑步了，好不好？谁会先到？其实我觉得两队好像实力都差不多，因为在拼图的时候就可以感觉到他们两队的实力相当，一起出发的时候差不多。接下来就是看他们各自拿到的图纸是谁会比较好找到。哎，到了！那我们今天的广场在哪里？秋千的广场在哪里？秋千广场。我同意我的观点。所以我们家从那边就左转。对，找到咖啡不水有那个，就是站在哪里？好，这边。好，我们这个是要每个人编出一条花环，然后花环里面会有九朵花。第二个关卡是编花环，花环是卑南族人很重要的象征之一。每当部落男子狩猎以及采藤归来之后，部落妇女以及青少女会亲手编织象征荣耀的花环，为男子们戴上。本关规则为各队每位队员需编织出一条花环，每队共五条花环，但每条花环要有九朵花，且经过关主判定，花朵不可掉落即可过关。最先完成的队伍可获得寻找下一关清楚的提示卡。毫无编花环经验的参赛者们，有办法完成这项考验吗？对，开始。红黄，不要撞！快点，我插花，快点！只要不要掉下来就好。对，然后快点哦。那我要试吗？先有先哦。来是手脚并用的，因为以前有编过，所以就觉得 OK 很快这样。可是我觉得有一个缺点是，可能因为个性比较急，所以可能就忘了旁边的人，就觉得说赶快做完就对了。觉得这点还蛮需要改进的啦。做好要戴在头上哦，少一朵掉了，不会掉，不会掉，可以。好，眼睛哦，帽子呢？可以，来借我一条。好，恭喜过关。对，这是我们的下一个的地方。那我们要去带起来，过关了，恭喜过关。
除了这个，还有一这个古拉啊，哦，是不是有个据点的那个秋千的广场？是不是？哎，这个袋子走哦，边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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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是在那个秋千的广场？给他们介绍一下秋千的广场在哪里？秋千的广场在哪里？秋千广场。哎，我同意我的朋友。秋千，你们举办秋千？可是你可以带我们去。啊，你有空吗？你可以跟着我们一起去吗？还是你要带我们？这钥匙要吧？钥匙要。好问题。秋千是它其中有一个，一个是秋千，就是这一个。不要说什么，是不是跟那个祭典有关系？给谁吃还是怎么样？啊，我知道了，秋千好像有什么祭典。有时候去解读那个线索的时候，其实还蛮费力的，还蛮幸运。今天哎，刚好都有在部落里面遇到一些这个帮助我们的族人。那里吗？上往那边吗？干嘛？我找的方向嘛。来喂！啊，你找我干嘛？他给的那个提示是秋千嘛，然后我们也真的不知道那个地方在哪，所以我们就问那个这个部落的路上的族人这样子。然后哎，第一个人他说哦，我知道，那他还愿意跟我们一起去这样，然后我们就到了往那个方向走这样子。就后来在路上又遇到另外一个阿姨，我们也问她同样的问题，她说哎，她也知道，但是在另外一边反方向。那我们就哎，怎么会这样？但是我们还是先去第一个人告诉我们，结果发现哎，不对，不是这里，只是可能是另外一边，所以就又回去问那个阿姨，我们就再走回那个第二，就是她告诉我们那个地点，所以才找到这样，就绕了一圈了。祖灵在哪里？秋千家祖灵。祖灵这边是比较西边嘛。你不要问问那个阿嬷，不就知道？我觉得我们蛮好的地方是会去，也不算，可能别队也有，就是我们会去跟在地的族人，就是询问这个部分啊。虽然我们蛮不好意思打扰他们的啦，不过之前谢谢他们，就是跟我们愿意跟我们有这样的接触，对。然后蛮特别的是，蛮特别的，你转一下，就是他们虽然报错路，还是误打误撞到了这边。对。第二关，对，第二关我们这是应该绕全村了吧？对，差点要广播。那可能有时候我们在第二项第二关，我们在看到那个图的时候，对啊，那我们其实一时有很多的想法。我们第二项图在这个场地就是在那边啊，可是其实我们又啊，对，可是他们这个东西其实又有好像是有一个家族在负责，所以我们到那边哎没有东西。就傻眼，马上赶快转。可是我那时候心里很压力很大，说我把队友带到不对的地方，是不是？我去看一下。哎，队长。一样的月光。所以我们家从那边就左转。对对，走到那边不是有那个。现在呢，我们在这一关。其实这一关呢，待会对他们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优先的队伍呢。可以拿到比较好的提示，之后呢还可以再选择我们秒数。这里面呢，先给大家看一下，有可以提早30秒或等候30秒出发，所以在这一关的结果呢，将会是影响到他们下一关非常重要的关键。但是这个地方呢也不太好走，所以呢，不知道哪一队会先到呢？我是要当救世主。龙雄队，你们现在这一关呢非常重要，但是首先你们要先选一位关主。好，选位关主，年轻的比较帅。不要，我选他。我觉得他看起来比较老实。对，决定了吗？决定了。好，那我们请关主跟你们介绍下一关。关主你好。好。好。你们看到这藤吗？有。哎，那是我们部落很重要的一个生活用品。好，我现在要你们把这个藤捡起来。第三个关卡是男人与藤，藤是剑河部落非常重要的生活用品之一，更是部落于12月祭典搭建秋千时的重要材料。而为了使搬运方便，上山采藤之后会先削藤，再卷藤搬运下山。本关规则有两项，第一项为各队每位队员需卷藤一次。每队共卷藤5次，且最后一次卷藤需用绳子和木棍绑好固定，经过关主判定不散开后即可过关，且暂停时间。最先完成的队伍可获得寻找下一关卡的清楚提示卡。第二项为总结前三关卡花费最短时间完成的队伍，还可优先选择时间卡。
这个是一个绿色的，绿色的绿色。你要断掉？确定啊，要确定啊。我觉得是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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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做也是红色的。对，是这个，这个，那个是年轻，这是老的。可以转了吗？老的比较软。好，第一位。好，来。太小，太小。在举什么？太小。小心那个头的地方，小心，它要弹起来，所以大家要抓一下，要卷好一点，不然比较大大小小的。加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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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这样一起算吗？这样可以吗？关注。他会不会？一个人要卷，要卷一次。好。在卷那个藤的那一段，因为第一次卷完的时候，我们就给关注看说可不可以，他就说不行，因为。不能弹开这样子，所以我们就在想说，到底要怎么卷那个东西才不会把它弹开这样子。然后我们就在研究，然后后来发现哦，要交叉过去再交叉回来这样子，那个藤比较不会弹开。那个时候我当下觉得，哎，其实真的还不错，大家有讨论出一个方法的感觉，挺好的。他会告诉我们要怎么卷，他就是不会太慌张，因为他应该也是第一次当队长，对啊，而且我们是第一次团就是合作，就是他应该。我觉得很好，嗯。是，我要卷一次，从头到尾卷一次哦。对，我要卷五次，所以这还是耗程。好，那耗程还是耗程。好，那我们把这个，我们好曲折。对啊，这个路好曲折，人生好曲折。人生好曲折。身为队长的我，今天吧，其实我就有点多余。不是啊，就是因为他们每个人都很想要完成任务，然后就在旁边看着我，我就觉得哎，大家都很认真。然后我想要帮的时候，就好像又觉得我自己多了，就是多好像多一个角色，就是要帮好像也不是，可是不帮好像就觉得很奇怪。我比较是统整他们的一些想法，然后再决定啦。就是我比较哎，在这个团队里面做的比较多是这部分。团队已经进行到一半了。好，这位是你们的关主，他会带你们去你们这一关要做的事情。好，吴队员大家好，欢迎来到男人与藤。嗯，藤是我们部落生活很重要的生活用品之一。对，然后等一下我们要把它捆起来，就像那个藤品一样。好，捆起来，然后一人一定要捆一次，总共要五次。好，好，开始吧。现在先捆吗？蓝队先捆吗？然后呢？但是红队呢？已经在卷第二次， okay, 大小要控制好、哦。对，现在才开始要第一次，可以一起帮忙看用，可以。谁能够先完成呢？对。因为我现在非常激烈，哦，有点变小，对，已经打结成这样子。我老酷哦，红队已经打结，我觉得蓝队呢也有机会可以获得我们比较好的体系。整理，对，你们继续讲，你们继续讲会。转，对，转，对，等一下，太强了，加油，移的不能迟疑，我们这场进来，跑一圈，然后自己也开，哇，啊，选到那个卷那个藤木的那个，对，就是刚好我在家里有在用，所以就会比较有，就是有技术的去完成那个动作，所以就体间就会缩短这样。加油蓝队已经追赶上刚刚红队的，然后感觉好像蓝队对卷藤这件事情是比较拿手。我们过几步，接下来不行，三次，四次，不行，谁会先呢？啊，来，我蓝队不能再玩喽，人家剩下两次喽。好，一个抓头，一个我抓头，一个抓头，慢慢来，每次都要交一个。我的手要死了，都知道吗？好了，换人谁？现在目前状况就是红队呢又稍稍领先，蓝队呢就只是因为由于刚刚比较晚到，而且听说蓝队刚刚就是好像
卡巴尼，对，接下来的观察还蛮有利的地方。转两次，转两次。所以这会不会牵扯到待会蓝队的最后一关他们的进度呢？我实在是很难告诉大家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而且现在蓝队非常努力的要追上，我到秒了，然后红队一直出现没问题。哎，目前红队状况，红队状况如何？快！剩几次？剩最后一次了吗？还没。哎呀，剩最后一次了，可是你们的藤怎么打结成这样了？加油！哎呀，蓝队，来，蓝队的状况如何？蓝队加油，红队剩最后一次了。好，开始飞。好，他们也红队也是最后一次了，两队都是最后一次了，加油！最后一段，最后一段手机有。加油！目前状况就是呢，还蛮吓我一跳，就是突然间两队都在绑最后一次的程度，到底哪一队能够卷好最后一次？等一下，先卷好也不一定赢哦，要把它非常坚固的弄好。接下来你就好了，我爸，因为呢是抽卡，还得选提示，它还有秒数，那待会到底你要这样的优势的呢？对啊，就知道了。加油！就差那么一点点啦。这是哪里？这个下面呢？下面是狗。小心手，你手机发抖。尾巴，再来塞一个，收好吗？等一下收好吗？耶！恭喜过关，红队暂停。这样子，做一步就四个的，绑给它固定。蓝队加油！蓝队加油！啊！真打抢的。我是有说，你没有看吗？哎，对，早餐它不是前面有摆吗？有啊。你们知道怎么绑吗？我记得。对，有事没有？就是你要绑的，要坚固哦。对，关主还没说过关哦。试飞看看吧。对呀。对，这样可以。耶！蓝队时间暂停。等我下面，那个要收了。好累，这个。OK 了吧？那还不够。来，还不够。蓝换了吗？哦，蓝队还蛮聪明的。非常重要的关卡，很抓呢。回到前面来，他往回来。那我们就那个吧，我们拿走那个，还是就把打完。准备好了没有？拿出潜力，赶快出手！不跟男女跟你挑战，来者不拒，要你好看。跟你比呀，跟你比呀 ！Dang！ 我必须报告一下目前的状况。好，目前呢，红队花费时间是1小时2分35秒，呀，也不错哦。然后蓝队呢是1小时4分13秒，还是蛮接近的啦，对不对？红队优胜嘛，对不对？所以呢，你们会得到一个提示，是前往下一关的提示，而且会稍微比蓝队好一些些，好不好？然后这是蓝队的提示，我们优胜的队伍呢可以先选择。我现在手上呢有两张卡。这个卡呢，攸关你们待会出发的时间。总结前三关花费最短时间完成的队伍，即可优先选择时间卡，分别为提早30秒出发以及等候30秒出发。幸运之神会站在哪一队呢？对啊，不要犹豫了，不要犹豫了啦！好，所以这是你们的喽，左心房。对，左心房。好，那我要公布喽。好。蓝队。好吗？可以啊，可以。我有去 logging 我们的队长，他今天就是我觉得他有时候他分配就是带领我们，因为我觉得他就是很快就把我们带到去我们主要的目的地，就是关卡。所以我觉得他的一些运气或者是他的一些思路，就是说，因为我们也是有就是找一些方法，就是问一些部分的族人，就是找到一些我们一些
方向的位置，是因为它也是蛮多带领我的那些思路，还有一些方式也是不错。四秒，来这边，这边是时间。那待会呢？待会我说出发之后呢，我就要开始计时。好，三十秒之后蓝队才能出发，好吗？准备，出发，出发。刚刚拿下板子，他还要拿那个。他自己要看的，他自己来。最后要方向感比较好。三、十二秒、十一秒、十九、八、七、六、五，蓝队要准备出发嘞。不是，我刚才那个地方。好，现在我们来到最后一关，最后一关呢就还蛮关键的哦。那不晓得两队是不是都已经到了呢？快快快！在这里到了，对，我们到了，我们到了。欢迎来到我们爱的小旅团。到喽，我帅。耶！一起解说嘛。最后一个关卡是爱的小米传情。早期卑南族以小米为主要的粮食，因而所有的碎石记忆都是跟着小米的成长顺序而进行，包括播种、除草、收割、入仓的步骤，每个阶段都有相关的仪式搭配。本关规则为队员们需要彼此分工合作，关卡步骤为先用脚脱粒，再用杵臼脱壳，再互相轮流摔小米，等小米颜色变成黄色时，最后再将小米装进透明瓶里，经过关主判定后即可过关，且摇铃让时间停止。最后一个关卡了，澳打队和你说对不对，谁能胜出呢？好的，现在呢两队呢其实他们都已经抵达到我们最后一关了。最后一关呢其实会稍微比较复杂一点，关系呢就在各队的团队合作，所以到底哪一队会不会胜出呢？怎么靠妇女啊？全部飞过去来大哭，挡风挡风挡风下面那个要死了，那我们下周干嘛？是我也不会下来的，做就是有在脑海里面那个印象，所以就可是我觉得还是塞得不太好，就是不是像，因为我刚才有看到另外一对他们的主角相信，我觉得他们真的是出去了，因为我看这个还在投资，只是这个好像放的都是生活，就觉得还是。要交由女生来学会的，好累，这个这个了吧？这还不够，来还不够。难换的吗？第二关开始就是都还蛮，就是需要力气，就是，所以我应该就是做一个助手的角色。我不觉得举手好像也是女生才可以做的这个工作。然后，这一次让我体验到这个工作，觉得还蛮有趣的，很新鲜。觉得，哎，原来捣小米有这么多的步骤，从脱壳，然后去壳，然后我看到就是真的已经被捣碎的那些壳在旁边，然后最后再筛掉那个过程，我觉得，哎，好新鲜，很有趣。觉得，哦，原来是这个样子。对啊，我觉得收获蛮多。蓝队使用救援，稍等一下。好，我们现在救援时间呢是要有关主呢帮我们蓝队做这个筛的动作三十秒，所以我们要请我们时间计时三十秒。目前澳打队和你说对不对的时间相差不到三分钟，但没想到澳打队选择在这个胜负的关键时刻，毅然决定使用昨日赢得的关主救援三十秒。这样的决定会让澳打队反败为胜吗？预备，开始！哦，蓝队还蛮聪明的，非常重要的关键，对啊，一直有点丑哦。九、八、六、五、四、三、二、
我觉得可以更好啦，可能因为第一次嘛，那个所以在关卡啊，还有一些环节的时候，比较状况没有掌握的这么恰当，对啊，所以我觉得还有更好的努力的空间。我觉得我们今天团队的表现其实还不错，虽然说大家一开始有一点状况外，我们有一些状况，就是有一些波折，但是大家都还蛮尽力的想要去完成那个任务，对啊，然后最后比分也相差蛮接近的，所以我觉得 OK 的，唱得 OK 了吧？恭喜恭喜恭喜！来，红队时间暂停。是的，经过我们激烈的竞赛之后呢，我们挑战者终于完成所有的关卡了，大家辛苦啦！先给自己掌声鼓励。那今天你们大家也做了很多东西嘛，大家要不要展示一下你们自己做的成品？今天有做了花环，大家都有做了自己的花环，然后小米还有藤编。我今天在比赛开始前，我有说过，就是今天队伍呢，如果输的话，就有一个队员要淘汰了。接下来我要公布你们时间喽，红队花了1小时不知道20几分钟，好讨厌。蓝队也是花了，蓝队也是花了1小时，不知道20几分钟，1小时24分33秒。那蓝队呢？好了，我们先给红队掌声。好的，好。辛苦了，好打队。蓝队花了1个小时。第一场的比亚克挑战终于结束了，两队靠着双脚走遍部落寻找关卡，也靠团结一一完成了挑战。但奥达队在最后一关使用了关主救援30秒，这决定会让战局翻转吗？到底胜利女神会站在哪一边呢？准备好了没有？拿出潜力，赶快出手！不分男女跟你挑战，来者不拒，要你好看。跟你比呀，跟你比呀。Dang！ 1个小时。哎。给自己掌声鼓励一下。我觉得为什么我们会赢两关？团结吧，我觉得我们还蛮团结的，而且我们的专长都刚刚好，就是对，都符合这些，符合人体工学，就可能有用水管的，水管刚好一样差不多的那个方式啊，对，花环呢就可能就很会绑吧，会绑头发之类的，就一直编这样，对，这个吗？这个小米的部分，我觉得我们是用对地方给他们塞了那个我们的优势，所以30秒用对地方。我是觉得每个环节都很好玩，因为每个环节都其实都蛮注重团结，就是一起完成。其实像第一个花环，虽然它也是单人完成，不过像我们就也是其实也是两个人一起完成，虽然有个人可怜自己做。享受这种团体生活的感觉，在昨天的。抢那个机会吧，还是的福利提升可能比较拼命，比较团结一点，大家的在团队里面，大家每都付出了很大的力量。因为我们是第一次组成一个队伍，可是其实我们还蛮有默契的。是当有人在发号施令的时候，其实我们会觉得哦，那就跟着他一起这样，然后大家的身段都放满地，说哦好 OK OK 这样子。我也不是一个十全十美的人，
绝对会有不擅长的东西。对，我反而是在时候会想的是这个，问我到底会不会。那如果真的不会，我的可不可以跟队员互相的，再这样像这样今天这样互相支援 cover， 他做那些我到底能做什么这样子。只是有些人可能个性比较急，就会比较像我，就会比较走得比较快，然后他们就会一直扶住我们，就是哎要靠近要靠近这样子。对，我们是活在，其实我们这里也没有说就是尽力了，我是觉得我的队友都是尽力帮忙这样子。第一关比较没有帮助到了，对吧？那边三就还 OK。对啊，就这个，就这个。其实我觉得。哎，今天真的是蛮神奇的，就是我们第一关卡那么久，已经落后那个蓝队玩出发那么久，但是结果我们竟然比他们找到第二关的地点，然后又提早就是选到那个提早30秒钟，就是游戏嘛，那个真的是蛮变化性蛮多的。但最后一关的时候，又反而我们又开始拉锯这样子，所以一半一半啦，有好有坏啦，加油啦。对啊，所以我觉得还有更好的努力的空间。我今天表现的我觉得还好，就因为第一次录就还没有准备好什么。接下来给两队各自时间呢，我们要投票选出，比如说蓝队你们要选出你们的 MVP， 红队你们必须选出要淘汰，好吗？好，给你们一点时间各自去投票。才刚认识不到三天，但你说对不对的队员们好不容易共同完成了挑战，也建立了革命的情感。虽然本集落败了，但还要自己选出淘汰的队友，这会是一个什么样的复杂心情呢？谁会是节目第一位被淘汰的参赛者呢？但毕竟这是个比赛，总是会有赢家，会有输家嘛，对不对？我首先公布我们今天的 MVP 好了，好吗？蓝队这边是一面倒的，因为他们选择他是因为他神救援，然后还有人说他很会，好，然后奋不顾身，兼具快速省力的技巧，好，非常厉害，打劫了，打劫了。所以我们蓝队呢，是以三票当选，就是我们的 Manda， 是我们今天的 MVP。MVP 呢有一个非常好的礼物要给你，这个礼物呢是攸关我们下一次的关卡，就是你可能会有一些小小的优势。我是觉得这个是团队的游戏，我想要就是如果可以的话颁给那个高婷，因为昨天是他伏定提升赢的这个30秒，我觉得这30秒很关键，那个甩那个小米的，对，其实我觉得都很棒的 啊这个 MVP 其实也可以给他们。我就是手上呢拿着就是一个让我自己也很难过的一个名单，队友里面有三位投你，然后原因不够团结，还有比较心急，没有太注重团队向心力。我们必须要淘汰的是浩辰。早已有准备了，对吧？就不知道怎么帮助大家，可能这样不同的文化，然后不知道怎么来解决这些东西。当初来学习，来看看不同的那个嘛部落，希望他们能撑到最后，就这四个。大家一定都是尽力了，最后选择淘汰浩辰太冲动，就是没有想到这么多，就是个性上。好，既然是最后一次大家聚在一起了。那你们最后一次喊你们的队呼好不好？好，来，欢迎我们这一队，你说对不对？对，对对对对对，获胜哪一队？就是这一队，你说对不对？对。带着浩辰的话，我们一起努力下去。原力比亚克。今天完成了第一场挑战，但竞赛总是有输有赢。经过一天的奋斗，浩辰成为第一位离开的挑战者。
尽管如此，只要在比赛中有享受着与伙伴共同努力的快乐，也感受到属于剑河部落的文化熏陶，就是最大的收获了。原力比亚克，我们下次见。